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相声演员罗家英。作为公众人物，发表了魏家深思熟虑的哀悼之词，我感到非常的抱歉。原意只是表达对老人的怀缅，并无他意，还请大家不要过分解读。数典忘中，我做不出。我长期持有中国护照，说明一切。我是中国人，我永远爱我的祖国。对不起。